下半年市场啊有望恢复，但存在着反复性和不确定性。如果没有外加雨，如果没有外部再意外的冲击等情况的话，啊，三季度啊开始恢复，四季度的一些指标可以转正。那从空间上来看，一二线城市有望率先回暖，三四线城市可能要继续承压。